这个楼层设计好呀，看，把它往锅边一卡，像牛肉卷、羊肉卷往里一放，吃的时候就不怕半天找不到。像粉丝、猪脑什么的，也不用拿筷子夹半天，就连肉丸夹起来都方便多了。倒是也不用担心毛肚、鸭肠什么的烫太久变软，清洗也是贼方便。